到赢家迎来，摆脱了冰箱被主厨们的到来。今天饼家拥有一次外出采购的机会，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外出采购，所以获得本次外出机会的学员就是公益爱产生的五个撑腰王以及最终选择到的月组成员。同时，每个撑腰王还可以邀请一到两位帮手同行哦。另外，我们留在城堡的学员们也有很重要的任务，你们需要布置城堡的冰箱，并向冰箱许下自己想吃的食物和菜品的心愿，最终有机会实现愿望哦。最后一个好消息是，小珍要分享最爱逛的京东超市给大家。京东超市品类全，种类多，如果你们有采购不到的食材或零食，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哦。料食才真才是纯真，智省之真尽在京东超市。炒米粉、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烤馕，那个西红柿，还有椰子鸡，还有拔丝地瓜，还有那个自助餐吧，要不我都可以吃的。波士顿龙虾，来个烤乳猪，来个晚安全席也不错，姐姐。你们要不要上天？猪主还上次抢了我的抱枕，在创可少女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让他做苦工。对啊，然后还要找谁吃？吃田金凡，我想找田金凡，对不对？嗯，凡凡，说到吃怎么能忘了你？就我要跟你一起，我想睡觉，他想睡觉，算了，田金凡拒绝了我们的邀请。田金凡，我跟你讲，你要是不去，可能就买不到你想吃的东西。菲力牛排，鹅肝，霍灵顿牛排，哎，去， yeah. 等我吃个饭。田金凡。给我买点牛奶巧克力，谢谢。多少钱？400。明白了。猪猪想吃什么？其实都可以，像辣子鸡啊、回锅肉啊，还有大闸蟹。大闸蟹。北京烤鸭，我觉得可以烤整只鸭。小草，你不觉得你要的东西有点多吗？真的吗？所以你要不要付出点什么？要付出什么？哦，我可以当你的小帮手，可以吗？可以。像这个是吝啬五天，这个是吝啬三天，可是你们还是比不过猛男。怎么样，两位要不要跟我去采购？想去。好啊。其实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哈，我是做苦力的，是不是？对，你心里还是有点数的啊。我啊，就在证明我是猛的时候。因为哎，我觉得陈倩楠的嘴一定会被我讲下来很多的价。我吗？对啊，我不会砍价。真的假的？那不带你了。我会砍价。我贼会做饭。这是我的左右二臂。嗯，左右护法。左右护法，对，就是我为什么选孙如云呢？嗯，因为她好笑。我想说，这是一个女团选秀的节目啊，好笑有什么用？没有，因为他可以给我干苦工，他可以给我提东西，你知道吧？我已经猜到了。你干嘛？那为什么选我呢？因为可能是因为爱吧。好恶心，可能是因为爱吧。因为他也没什么用，你说他也不会做饭，也不能提东西，所以只能是因为爱了。所以就是陪你呗。你不爱我，就陪你呗。你也爱，就他把你当工具，就电灯泡，就他把你当电灯泡。你们今天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要去买菜。呀，你脸都晒红了，快涂点防晒吧。你真贴心，还好你带了积存性小金钻，持久高倍防晒，再也不怕晒黑晒伤了。你们也涂点吧，涂完皮肤变得好透亮啊。秀秀，好想看你用上次反差萌哈尼的方式涂防晒啊。其实性感跟涂防晒没什么区别，跟我一起涂手臂，涂脖子，无粉质更水光，每天都要美美的。还有什么其他想吃？我想一下广东有什么好吃的。你可以，我想吃蛋糕。蛋糕啊，生日蛋糕。今天是他的生日耶！祝你生日快乐！库鹏卡。所以今天我会带你们两个一起吃。记不记得我说给你个惊喜噻？走啊，逛街去吗？走啊。我带你什么和小福，等我们凯旋归来，朋友们，等我们回来啊，坐着吃好吧？我现在就坐着玩了。
他来指导。我怎么能讲很能讲价的啦？把他走，把他来下去了吗？走了，你走。全新吉普自由侠1.3T，好炫酷的彩虹车队呀！哇，这个车的颜色跟我的袜子完全都很搭。哎，明年有没有兴趣与我一同搭乘啊？小牧马的外观贼拉风，我考虑考虑吧。高性能、T动力、平顺又省油，兜风贼舒服。别说了，走，走走走，打我这俩，不拍你了。挂了。Follow， 耶！出发喽！哇，这还蛮酷的。我怎么换了个车，在那种山林之中，对，然后奔跑着七彩车队。哎，如果这车窗可以打开，我们就伸头出去，就像那个拍 MV 自由的飞翔。我好喜欢四川菜哦，什么口水鸡啊，那个四川的凉粉啊。我发现你啥都爱吃。冬阴功。哦，冬阴功汤，哎，我觉得奶奶他们组可能会买，嗯，对，因为奶奶应该比较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点，冬阴功很多点，很多点。我们不会真的去菜市场吧？对呀，就是去菜市场。那种应该会很便宜。不便宜，你现在菜价，我天，跟以前怎么能比？我想吃那种没有吃过的东西。你可能会想吃我妈的创新菜。啊，我想吃菠萝古老肉。对，它是猕猴桃炒肉末。真的吗？可以吃吗？因为那猕猴桃太酸，在家里没人吃，所以它就切成了丁，与肉末炒在了一起，那一口让你回味无穷，也是你没见过的菜色吧？没见过，那是真的没有见过。还有哈密瓜炖排骨，还有咸菜炒汤圆。Oh no！Go go go！买菜，我看不懂啊！多少钱啊？只有200，要个两头差不多够了。姐，这个多少钱？一块九，这有点九，有点。姐，100，不好意思，我没有零钱，对不起，也没有手机。你要不要再给我们一个，算2块钱好吗？可以啊，谢谢姐姐。1毛钱可能能多买两个呢。哪里？你算啊，1.9块两个，平均下来也是。听他的，他是会计。听他的，来，谢谢姐姐啊，谢谢。这是我们的战利品，2块钱买了3个蒜，开心吗？开心，刘梦红算账。还好啦。9块钱可以吧？9块钱，8块钱。我们刚好有8块散钱，对不对？对，有8块。可以就好嘛，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开心没？开心，因为开心什么呢？开心什么呢？抢下1块钱，抢下1块钱，好开心啊！你看你们便宜5毛钱就开心成那样，9.7块。